家收到嘅花材可能喺沉睡状态中，记得尽快帮鲜花剪脚养水。几个钟头后，鲜花就会回复原来嘅状态。第一次收花嘅朋友，记得观看我哋嘅花材处理短片，链接我哋会放咗喺下边嘅 description box。今次我哋嘅花艺设计就系以春天嘅尾声为主题，我哋拣咗淡粉红色嘅雀跃作为我哋主要嘅花材，因为雀跃已经准备踏入我哋嘅季尾啦，应该就会系今年最后一次用呢一种嘅花材噶啦。淡粉红色调嘅 Peony 就象征住春天嘅温柔同埋细腻，我哋配搭咗明亮度高嘅中国桔梗，咁就营造出一种柔和但系有活力嘅美感，为我哋春季嘅尾声画上一个温柔嘅句号，同时亦都迎接我哋夏天嘅到来。以上就是夏季花材养护的提醒，同埋就是摆放综合瓶花的注意事项。如果有问题咧，欢迎大家喺 Instagram DM 我哋嘅。邀请大家在插花之前进行简单的静心练习，这些练习可以帮助你在插花之前放松身心，提升创作的灵感和专注力，更好地投入在创作之中。可以点击暂停影片进行呼吸练习或者静心练习，练习完毕后再开始我们的花艺创作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Flower Recipe，入边会列明咗每组花材所需要嘅长度，嚟帮助大家做以下嘅作品。大家处理完花材之后咧，将花樽倒入大半满水，加入一包营养粉，就可以隔日先至剪脚换水清洗花樽。喺夏天嘅话咧，如果花材入边有玫瑰，而你发现个水质唔系太过污浊嘅话咧，建议唔使每日都换水嘅，只需要倒咗三分之二水，重新加入新嘅水同埋营养粉，斜剪花脚就可以噶啦。
咁今次咧，我哋 classic 嘅作品咧就完成噶啦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款式啦。欢迎将你哋嘅作品分享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， 可以嘅话 mention 埋我哋就更加好啦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